因为毕竟姐姐对，快教我出道一阵子了，这样对，我觉得我撑不住了，我才30几，我觉得我撑不住了。我觉得就是心情开心，保持心情开心的状态。那怎么保持啊？比如说老公扮演什么角色吧，就是帮忙按摩，要玩这种没有啦，就来这种。夸赞小梅姐说啊，她都没有变，然后就是说啊，我都撑不住，我才30岁，我就撑不住。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哪边比较需要加强一下？为什么会这样讲？是因为我最近在拍《种菜女神》的时候，然后比如说在跟婷妮对，因为我在这部戏里面是演反派。然后就有很多要争执的戏，然后怒骂对方那种戏，然后你就会眉头深锁，或者是那种情绪很爆裂，然后就会皱眉头啊干嘛的，然后签到那个抬头纹，我说哦好，然后第二卡又来，卡签到，你注意一下你的抬头纹，我想说怎么会最近这么频繁的在讲这件事情？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你有两个可爱的小孩嘛，那你怎么你像他是比较新手妈妈，就是他两三年经历没有像你那么丰富，这样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那个爸妈经的？妈妈经哦，对啊，这样我们也会聊起来哦。对，我们会聊到没完。大哥也很忙，我那时候我们要赶回去赶稿，你就简单讲就好。还是他们也有新手想听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像我带我自己的小孩子也是从零到有，没有人教我，然后也自己带这样。但就是非常辛苦啊，然后什么都是摸索出来。他现在已经比我高了，我172，他已经175公分了，几岁？他才国二，好高哦！都吃什么长大的？对，快教我！可是他饭又吃很少，我觉得运动有差，而且跟遗传有关系。因为对你很高，因为我很高，然后因为我们家族遗传都是高的，然后他又喜欢打球，所以我觉得哇，我希望我女儿不要再继续，因为我女儿现在跟我一样高。哇，172哦。对，那有抢当 model 吗？